欢迎来爱媛，用中文拼观光。日本爱媛县知事带着吉祥物跨海来台，就是希望过年前能先抢到台湾赴日旅游财。ローカルのことをもう一つだけ申し上げますと、愛媛県というのは日本人の女性の皆さんが一人旅をする人気ナンバーワンを3年連続獲得しているローカル地域でして、そういった魅力というのは国内においてはよく知られています。懂得行销，还要靠电影，不少台湾人到爱媛县是为了电影场景，像是《神隐少女》中汤婆婆经营的温泉旅馆，参考原型就是道后温泉。还有更早的《东京爱情故事》梅津四湖，同样吸引台湾人。而先前因为风灾重创，设计旅游补助，现在也成为台湾暖冬旅游补助的参考点。搭配追电影风潮，日本四国要重振观光产业，但现在去日本换日元恐怕更少了。根据台银排告价，日元对台币在1月3号是0.2906元，创25个月新高。先买一点，先买一点，那其实你就可以平均你的风险。现在日币比较高点，那你可能旅费的1/4你是现在买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可以提早做准备。以5万元台币来算，2018年10月1号可以换到186567元，这个月三号却只有174216元，少了10000多日元。尽管这几天小跌，但现在还是相对高点。想到日本旅游，多注意汇率，分散风险，才能省荷包。三秀真心寻亲报道。